爸，你买的书落文杰叔家了。那个书就是送给他的。 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，但是好像真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真的很难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，很难去了解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所以启程这么做呢，我觉得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，我很自责。也许这个调查过程会非常漫长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泄密者都是我们最信任的人。 这几本书是刘卫林生前给他儿子刘禅的，我在暗示，问题可能出现在下一代的身上。您就那么笃定，文教授看到这四本书就能明白您的用意？文教授对历史是颇有研究，所以他应该会明白。爸，哎呦，爸，飞机快赶不上了，你怎么还在看书啊？快走吧，咱们。这些书送给你的。